大莊家賭場度假村最近是屢獲殊榮，除了獲得了南加州最佳博彩娛樂場稱號之外，還分別獲得了最佳博彩娛樂場和最佳娛樂活動、最佳撲克、最佳水療護理中心以及是最佳高爾夫球場等五個大獎。作為美國最大規模之一的賭場度假村，大莊家是深受南加州民眾的歡迎。大莊家今年更加是斥資3億元來打造佔地20多萬呎的新翼，當中包括了全新的博彩娛樂區、14層的高容納過1000間套房的酒店大樓，還有一座獨立2層的水療護理中心 The Cove 水上樂園，以及40000平方呎的大莊家會展中心等設施，令到光臨的民眾真正可以享受星級的娛樂，體驗尊貴的禮遇。